八岁神童刚上学神老师，我叫刘国一，毕业于清华学校。他好像摸到我头发了。我来的目的只有一个，打造全国最强数学班。做的好像是物理课。说得好，你的课被我征用了。小秃秃，你上，你上。谁？结束你们的废话，就你一个人在说话。我给你们出了张卷子。 只有一道题。我去，一节课就做一道题，太爽了吧！这一题可是全国奥林匹克数学竞赛题，你们接得住？我做过，这是去年的数学竞赛题。你们很好奇吧？曾经高中的我，连续三年获得数学奥赛金牌。八岁跳级生，那几届的金牌？ 可不是你，刘博弈老师，你八年前上高中的时候，我还在妈妈肚子里呢。Nope。强者是不会为失败找借口。哼，接受挑战吧，八岁跳级生。你的题目在这里，这是满满一黑板解题步骤，这不是答案吗？没错，你的任务就是根据答案。 倒推出题目，不是，他脑洞里就这么大的吗？嗯，没水，怎么会有胶水？把我手都粘住了。哼，比喻学生如同枪鱼士兵，连自己的武器都检查不好的战士，只会负荆请罪。 好像暗送到自己了，不愧是神童嘛，还能有左手写。根据解题步骤推导，这是一道三角几何证明题，但是怎么推出力图，怎么办？将帅之才不止杀敌，更要运筹帷幄，看透布局。根据全班座位分布以及我的站位，连起来正好是一个三角力图。刘博弈老师，我做好了，漂亮！八岁跳级生，果然没让我失望，但你。 还失败了，凭什么？我这么多不合理的规则，你都一一遵守。一名顶尖的将军，要学会打破规则，创造规则。六六六！当你高中来了个八岁跳级生，班代表呢？等下把物理作业收到我办公室。收到主任。 抄作业啊！实在没办法，毕竟要把一眼就看出的答案写出三个超级笨的步骤，真的很为难。你要是闭嘴，赶紧抄吧。啊，作业呢？作业实在太多了，我一个八岁小孩根本写不完。哼，小屁孩知道高中不好上了吧？我只有十分钟来写语文、数学、英语、物理、化学了。主要是我妈规定八点睡觉，到家就已经7点50了。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哼，一个没写，一个借别人抄，等着主任收拾你们吧。 你作业怎么回事？我作业上沾的都是辣条油，小孩子不要吃这些垃圾食品，都是添加剂，对身体不好啊！我去，这都可以干。牛哥，你站起来。知道我叫你什么不？我带手机来学校了。自习课吃火锅。嗯。得。 先不说这个，你那个作业呢？步骤写的一大堆，满满当当，一看结果全错。老师别说了，我还要脸。你也不知道学习人家小神童，作业简洁明了，一个过程都没有，直接就出答案了。吵的。准体操你们没怎么写。主任，我还没写完就睡觉。 干得好，写中低级作业只会误导你的大脑，还不如早早睡觉。那我当你高中来了个八岁跳级生，书本收起来啊，桌上不要留东西。听老师说这次题量有点大，时间不够怎么办？我知道怎么办，我教你。你先看出答案，再写几个跟题目有关的公式。虽然方法不适合我，但还是试试。好，下去。写完第一页。
哇，小神童的速度居然跟我差不多。草率了，他是倒着走的。他怎么不写了？让我看看是什么难题。国王算题睡太晚了，这傻瓜电子就写到这了。我又没抄，老头是想干嘛？腿，不要抖来抖去。原来是嫌我吵到刘一手睡觉了。他是要写剩下的卷子吧？主任，交卷。你确定不再写一下？对，我还没写全。嘿嘿，看来这会儿第一要是我的喽。他干嘛叹气呀？难道？哎，难道另一题也错了？嘿嘿，炸他一下。让我欣赏一下这张比我低一分的卷子。这题他是错的。主任，批错了。果然批错了。叮叮叮，这道题很有争议，教研组讨论后一致认为刘一手考虑得更全面，但是没来得及把分数改过来。谢谢，你人还怪好嘞。怎么了？这次考的挺失败的，按我的原计划不应该是这个分数。谁让你考试睡觉来的？按我算的应该比现在少三分。分数你还嫌多？这样控分就失败了。唉，应该是答案的评分标准不够细。嗯，这很难评，你控分干啥？要把我的分数做成一张有规律的统计图。八岁神童之被迫害妄想症。你妈妈怎么还没来啊？妈妈不要出事了吧？不行不行，不能诅咒妈妈。小朋友，走这儿，走这条路。快了，三票我走小路。哎，小屁孩，那条路施工走不通。都怪施工，害我又绕路，现在还没到家。体力至上啊！根据专业的医学判断，下肢瘫痪的人根本不可能是这个坐姿。假乞丐，瞎说什么大实话。不好，有人尾随我，好像是那个乞丐。放卡，刚被我喷旁边了。谢谢。妈，妈，是妈妈回来了吗？不对，妈妈可以直接开门。爸，锁都被打开了，打给牛滚子吧。牛滚子，我家这有坏人。刘，啊，不是，主任，你听我说。脚扭了，你帮我看一下。你一手，我来救你了。误会，误会。喏，这是主任还有其他老师的号码，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下回直接给主任吧，别给我打，尤其是上课。